终于这样，所有该解的东西我们都解了，那我们就来朝那个地方飞过去。那个地方很多的怪，然后很多的很多的小精灵哦，就是会发电的小精灵。所以如果我有可以保护自己不会受电击的这个，这样我想要吃一个这个，让我自己比较不会等一下不会受电击。那我就开始飞过去了。到了，要到了，到了。有好多的怪在那边等我们，看到了吗？有好多的小精灵，下面很多很多怪在游的。哦，这时候没有体力了，赶快加点补体力的这个。这样，那我们就动作很快，小精灵都完全没有看到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爬上去了。而且下面有很多很多的怪，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，你看，有很多的怪，然后有很多的小精灵在下面。如果你真的是用从这个别的地方过来的话，可能会很惨。那我们刚才是飞过来的，找一个很高的地方飞过来，你就没有问题。你看这下面还有很多的鳄鱼啊，很多怪在下面。不过我们都躲过了，就用飞过来的，算是一个取巧的方式。然后当中我本来还会怕我会被电击，还吃了防电击的这个食物。我们很幸运的没有被电到。哦，其实如果爬到这个地方，大家就没有问题了，就直接爬上去就好了。这样我们又开了一个塔，哦，所以不知不觉我们也开了好多塔。